这么多的老师们来跟我们嘉义市这样开始做一个交流工作坊的一个启动，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在每一位老师的身上都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光与热。教育是一个希望工程，而老师是就是希望工程的工程师，所以教育的价值在我们嘉义市，在台湾，在嘉义市尤其重视，因为我们始终坚信教育决定人才，人才决定未来，我们的未来因为有教育，有用心的教育，它会变得更精彩。在你们的身上，我学到了真的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所以呢，我看到各位，我也为我们台湾为嘉义的老师们，真的谢谢你们愿意努力。这是一个最好的团队，我们和最好的团队一起共进，一起努力。我想每个孩子能够发挥他的能量，让他去影响未来。我们希望教书影响未来。